真的不能再喝了！别！真的不能再喝了，我们先回去吧。张总，没事没事。你们干嘛呀？这么扫兴啊！你看他现在这个样子。没事没事，拿这个，咱不喝，咱跳舞，跳舞必须的。兄弟，干嘛呢？不是你谁呀？曹总。 这都几点了，还不回去睡觉？走吧。你为什么打人呢？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我不让你打人，怎么不长记性啊？啊？你只是不让我欺负女孩，不让我欺负小子。但今天这几个都是大个的，而且他们才是乐乐的。那你干嘛不联系你妈，联系我呀？ 保安队不是都联系我妈了吗？那我只有联系你。你联系我干嘛呀？你是保安队的队长啊！再说了，你是我老大，你可以罩着我呀。我凭什么罩着你啊？嘿嘿，我饿了。慢点啊。 我说你们啊，出来应付也看看人，那你要学会保护自己。幸亏碰上了我，要不然这帮人没完没了，喝醉了你们都回不去。走，我送你们回家。等等，哎，拿着，你把冯丽钥匙送给战士，我打车回去。注意安全。曹操，曹操，曹操。 你儿子是谁呀？就是跟人打架那个关晓轩。哦，你是邓女士吧？是。哦，我们队长把你儿子送回家了吧？谢谢。是我，你们家小轩又跟人家打架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啊。你知道了怎么还不回来呀？这都几点了？找不着孩子要死要活的，这孩子找不着也吊儿郎当的。回来了。你在家呢。没能躲开命运的游戏。我在我房间呢。 不知道怕你跟小轩睡着了，怕吵醒你们。谢谢你，我照顾小轩。时候不早了，咱俩回去休息吧。这谢谢都不当面说，我说过，我们还是保持距离的。下一个定义，大抵是一起说笑，一起承担风雨，转过几个转弯，才会遇到知己。经过几次失去，才会懂得珍惜。幸亏遇到你，幸亏遇到你，眼看我们都正在一天天老去。幸亏遇到你，幸亏遇到你，再长旅途都能闻到花开的香气。幸亏遇到你，幸亏遇到你，眼看我们都正在一天天老去。幸亏遇到你，幸亏遇到你，再长旅途都能闻到花开的香气，再长旅途都能闻到花开的香气。完了又迟到了。哎，曹小姐，冯玉等你半天了，一个劲儿问你怎么还不来，我看不能是好事儿。行吧，自首认罪吧。冯玉，我以后不会再迟到了。跟我进来一趟。你吃饭了吗？我这儿有面包和牛奶，你吃吗？不用了。你知道昨天晚上是谁送我回家的吗？好像是一个男人送我回家的，好像还挺帅的，是吧？我也不知道。我昨天喝得乱七八糟的，回家又吐了，也不知道他看见没有。